电容器与电容啊，凡是两个导体，你看这是一个平面导体，后面有一个平面导体，两个导体当中绝缘，互相绝缘，这就变成一个电容器。这是一个球壳，导体球壳，这也是一个导体球壳，两个当中绝缘，用空气绝缘，这也是一个电容器，叫做同心球壳电容器，这个叫平行板电容器。两个圆柱壳啊，当中也是用空气绝缘，还可以用别的东西绝缘啊，别的介电子绝缘。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电容器，叫做平行圆柱壳电容器。 OK， 好，那现在我们知道电容器就是凡是两个导体用绝缘体隔开的话呢，它就形成一个电容器啊。你要知道电容器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好，电容器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它两个导体当中的电位差啊，电位差，这个电位差跟它的电量的绝对值，这里头有正 Q 了哈，正 Q， 它带电量的绝对值跟电位差的比永远等于一个常数，它有这个特性。这个常数 C 啊，我们就称它叫做电容，这个电容器的电容 ，OK， 啊 ，C 称为电容器的电容，叫 capacitance。好，电容的单位呢，因为它是 Q over V 啊，它就是每一伏特多少库仑，每伏特有多少库仑。那么我们设立一个新的单位叫做法拉 farad， 一个法拉就等于一个 coulomb per volt。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个法拉这个量啊，大得不得了啊，好大好大好大！你说大到什么地步啊？我们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工厂能够做出一个电容器，它的电容是一法拉的，做不出来啊，做不出来。就好像我们银行里头发行钞票啊，新台币最大的面值是多少？2000元，对不对啊？好像美金有10000块钱的一张的哈，那是我见都没见过啊，因为那个不好用啊，不好用。今天我身上拿那个10000块美金的，或者是说不要用美金了，我们说银行如果发行一种钞票是1000万一张的，你拿了这1000万呢、啊、到街上去吃东西啊，没有人卖你啊，你肚子饿了看到面摊在旁边很香啊，吃一碗阳春面，吃完了多少钱呢？20块，你拿个1000万给他找，那这个老板他还要雇10个保镖啊，给他去银行领好几麻袋的钱出来啊，自己留20元啊，别的给你，他送你吃算了，下一次就先付钱再吃啊，不方便，对不对啊？这个法拉也是大得不得了啊，我们工厂里做出来的这个电容器的这个单位啊，都比这个小很多很多，那1/10000这样，1/10000几。所以我们呢就用这个啊比较小的单位，一个 microfarad 10^-farad， 一个 picofarad 10^-12就好像说我们钱不可能1000万一张了啊，我们最常用的是啊，100块啊，啊，10块钱呐、啊，5块钱呐、啊，1块钱呐、啊，对不对？啊，好，那么这个是单位。在电路上，我们电容器用什么符号表示呢？用这样的
两条线，一条比较弯曲，一条直的，然后这个代表接线啊，这个叫做固定式的电容器。如果你这里有一个箭号的话，就表示说这个电容器的电容啊可以调整，可变式电容器。也有的电容器是这里两根平行线啊，一样长的两根平行线 OK 要一样长啊，一长一短就是另外的东西啊，叫做电池啊。好，现在我们就要来计算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要怎么算。比如说这是两个平板，画是画两条线，这个半径是 A， 它的距离是 D 很小哈。OK， 那现在我们要求它的电容是什么。电容器上面不一定要有电量啊，只要两个金属板当中绝缘，它就是电容器哦。但是你要算电容，一定要有电量跟电压才能算出来，对不对？因此我们就啊假设啊，平行板的电容，我们就把电容的定义用出来啊，它是 Q over V 啊 ，Q over V。那要 Q 要 V 怎么办啊？那我就假设两个极板上面分别带正 Q 与负 Q 的电量，就这个带正 Q， 这个带负 Q， 假设哈。然后呢，因为有正 Q 负 Q 啊，这里又有 D， 对不对？我们可以算出它的 V 来啊。那 Q 被 V 除就是 C， 就你假设一个，求这一个，然后就由 Q 来求这个，然后这两个除一除就变成 C。你也可以假设 V， 这个电位差是多少，然后算出它的电带的电量应该是多少，啊，除一除变成它，啊 ，D 非常小。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你这个 Q 在板上面呢，一定是变成分布的电荷了，这是它的面电荷密度，就是单位面积有多少电荷。这个电场怎么求呢？严格的说起来，你要去求的话，那高斯定律不能用啊。严格说，高斯定律我们以前做过什么？两个无限大的平板，对不对？这里有正 Q， 这里有负，这里有正 sigma， 这负 sigma， 我们才求出这三个区域的电场。那现在这是有限面积啊，好，不过我们呢，就用马马虎虎的方法，就说，因为这个极板当中的距离很小很小很小，所以就说这两个板非常接近，非常接近哈、啊，所以你在当中看的时候啊，好像这个墙壁啊是无限大啊，比如说这个墙壁是有限高，你这么看可以看到底。如果你这个眼睛都贴到这个墙壁了，你根本看不上去，你觉得这个墙无限大，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马马虎虎把这两个导体板呢、啊，这里头的电场就好像是用无限大的导体板带电的时候的电场电位一样哈、啊，可以用这个方法求。所以呢，我们就得到这个当中的电场，我们上次求过，就高斯定律那张求过，它是 sigma over epsilon zero。好，它从正的到负的 sigma 呢是等于 Q over A 就是它的面积啊，假定它是均匀分布啊。好，然后有了一了，我们就求电位差，用这个求电位差啊， V 就代表电位差，我们称它叫做电压 voltage， VH 和 VB。好，你把这个一带进来，
x unit vector dot ds 就变成 dx 啊，这个常数提出来，这个积分就变成 q epsilon 0 a 分之 d 啊。现在 v 等于 qd over epsilon 0 a， 那么它的 c 呢啊 ，c 它是等于 q over v 啊 ，c 是 q over v 啊，你把 v 除过来，这个拿过来，所以得 c 就等于这个，啊 ，OK，c 就等于这个。好，我们看到电容器的电容，实际上跟 q 跟 v 都没有关系，仅仅跟电容器的形状。这个是平行板电容器，它的电容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球壳，同心球壳电容器，它的电容就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形态哦，啊，还有它的绝缘材料有关。我们现在是用空气绝缘，所以用 epsilon zero， 这个就是跟绝缘材料有关。空气绝缘用这个，你用其他的介电子绝缘，那是其他的介电子，就是 epsilon 啊。好，现在我们看，要做一个平行板电容器，电容是一法拉，如果两板间的距离是一毫米，绝缘材料为空气，问极板的面积应该有多大？好，我们马上就用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这个大家都很熟啊，然后把这个值带进去 ，C 一法拉 ，D 等于这么多米。epsilon 0等于0，求出 A 来 ，A 带进去等于多少？ 1.13 乘10的八次方，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乘10的八次方好了 ，meter square。那它每一边的边长是多少？10的四次方公尺，10的四次方公尺是1万公尺，等于1000。等于10公里啊，所以你要做一个平行板电容器，啊，每边长是差不多10公里的正方形面积，用铜来做好了。你怎么做？10公里比什么还高啊？比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还要高啊！你能够做出来吗？做不出来。所以说一法拉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单位啊。好，现在我们看右边的同心金属壳电容器，里头是 RA， 外头是 RB， 我们要求它的电容，我们还是用电定义来算。好，我们讲内外球壳分别在正 Q 与负 Q 的电荷啊，我们假设，然后求电位啊，有高斯定律，求电场，电场就是求这个之间的电场啊，因为这个电容器不一定有电量啊，所以我没有把电量画出来，就是它原本就是两个球壳而已啊，啊，好，这当中的电场是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电压等于一到的 ds， 从 A 到 B， 从这里到这里啊，你把这个带进来，积分的话就是 dr， 从 r 等于 a， 从 ra 到 rb， 积分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我们前面积过了，所以我很快就把它写出来。好，有 v 有 q， 那 c 等于 q over v， 就等于这个值啊。然后你把这个通分一下。变成这个，所以你看，同心球壳电容器的电容是这个形态，跟我们刚刚讲的 epsilon zero a over d 不一样啊啊，而这个里头也跟 q 跟 v 没有关系啊啊，所以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结论：电容与带电量及电压无关。仅仅跟电容器的形状大小跟绝缘材料有关、okay? 好，现在我们看
半径为 R 的导体球，求它的电容。哎，那你会问呢、啊？你刚不是说电容器一定要有两个导体互相绝缘才是电容器吗？现在这只有一个，那怎么算电容器呢？好，我们其实可以当作有两个，啊，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另外有一个金属壳，半径为 R 的同心球壳，啊，这个 R 呢，变成无限大，啊，无限大 ，OK， 把它包在里头，所以这是一个导体，这是一个导体，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用同心球壳的结果是这个 ，RA 等于大 R，RB 是无限大，无限大的话这就是零了 ，RA 呢就等于 R 啊，所以 C 就等于四派 epsilon zero R 啊。好，我们看这个。同轴圆柱壳，同轴圆柱壳啊，导体圆柱壳，这个电容器它的电容，啊，它是这样子，这个当中就是 RA 跟 RB 实际上相差很小很小，啊，很小很小，好，我们用这个定义来做，好，我们假设。因为要用到 Q 啊，用 V 啊，我假设内球壳带正 Q， 外球壳带负 Q， OK， 然后我们就求啊，这两个球壳如果是这么有限长，我们不能用高斯定律做了，我们刚刚有例子了，但是因为这个当中啊，两个球壳当中距离很小很小，所以我们马马虎虎把这个旁边一点不一样的电场，说当中是好像是两个无限长的球壳啊，圆柱壳产生的电场，旁边就不是，旁边的电场可能有一点弯曲啊，旁边那一点就算了，就算当中这个好了啊，那么把它当作无限长。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高斯定律来做，啊，这是结果。我刚刚说过，哎，这个是 lambda 啊，我又怎么搞又写错了，这是二派 epsilon zero r 分之 lambda， 这是 lambda 等于 q over h， OK， 好，这是在 RA 跟 RB 之间。电场有了，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求电压，啊，电压带进去，它是等于这个，啊，这是 log R， 啊，这个上下线带进去是这个，啊，然后我们由 Q 跟 V 就得 C 等于 Q over V 等于 two pi epsilon zero H over natural logarithm RA over RB， 啊，这就是同心球壳。电容器的电容，那在电路上面呢，电容有串联跟并联，我想这个你们在高中都学过哈，我们很快的把它看一遍哈，把 N 个电容 C1 C2 C3 等等哈，把它这样串起来，这个叫串联，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从这里的电荷正电荷，啊，就往这边跑，往这边跑，它只有这条路就对了啊。这个电荷跑到这里，然后这个正电荷跑到这里，这个正电荷跑到这里，只有这一条路，这个叫做串联，啊。好，那么。串联以后啊，我们知道这个上面的电量啊，通通是一样。就是说，你这个电荷比这个电压比这个高啊，
所以正电荷一定从高电压往低电压的地方跑，跑到这里就不跑了，这里堆了正电荷。那么这个正极这个极跟这个极连在一起，这好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导体，然后这里有正电荷，所以它负电荷被吸引到这里来啊，正电荷留在这一边了，这个也是一样，负电荷吸到这里来，正电荷留在这一边。因此呢，每一个串联的电容器里面，它的电量都是 Q 负 Q， Q 负 Q， 就是说绝对值 Q 的绝对值都是 Q， OK。 然后我们知道你这里有正 Q， 这里有负 Q， 一定有电压，这种 VA 啊，这里有正 Q， 这里有负 Q， 这电压就是 VB 啊，对不对啊？电压一级一级的下降，一级一级下降，那么我们就知道从 A 端到 B 端的电压降落要等于这个我写错了，你看这个应该写 VAVV1 V2 V3 哈，常常会打错 V1 V2 V3 到 VN， 所以呢把这个 V 跟这个有关系啊，因为 QC 要等于 Q over V 啊，所以 V 就等于Q 乘 C 啊， V 不是 Q over V 等于常数，C 等于 Q over V， OK， C 等于 Q over V， 对的哈。然后我们把这个 V1 V2 V3 用这个带就说 V1 等于 Q over C1， V2 等于 Q over C2 等等带进来。好，如果这样的一个串联效果跟这个完全一样，就是说我只用一个电容器，这边是 VA 这边是 VB， 照样这里是 Q 这里是负 Q 啊。那么这个电容器的电容呢，我们称它叫做 CE， 叫 equivalent capacitance 啊。那这个结果 VAB 是等于 Q over CE 啊，所以呢这个跟这个相等，这个 VAB 跟 VAB Q 就是这个 Q， 那 C1 分之一就等于这个，这是串联电容器的串联，这个你们高中都学过了，所以我很快的讲过去如果 N 个电容器这么连接，就是说 N 个电容器左边共有一个电压电位，右边共有一个电位 VB 然后这个电压电荷从高电位往低电位的地方移动，所以 Q 呢往这里移到这里以后就分配到这 N 个电容器上面这个分配了 Q1， 这个分配 Q2， 这个 Qn 等等所以我们就有 Q等于 Q1 加 Q2 加 Q3 一直加到 Qn， 然后我们说这个 Q1 跟 VAB 跟 C1 呢有这个关系，比如 Q1 等于 C1 乘上 VAB，Q2 等于 C2 乘上 VAB 等等好，然后我们说这个还是一样，相当于一个电容器这么连接起来这么连接起来，那么这里头 Q 就等于 CE over V 这两个如果是相当的话，那就相当于什么呢CE 是等于 C1 加 C2 加 C3 等等这是并联电容器。好，现在我们讲电容器的储能，电容器做什么用它一个就是储藏电荷，一个就是储藏电能。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它储藏的电能是多少假定
我们这是一个球啊，电导体球，这是球外面的一个无限大距离无限大半径的一个导体球壳，本来都没有带电哦，它也没有带电，外面也没有带电。好，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它带电，它带电怎么带呢？我们就从这个球壳上面移 DQ 过来，推这个过来 ，OK。好，推过来以后，这里就有 DQ 了。有 DQ 以后啊，它马上就有电位啊，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大的电位。那这边是正 DQ， 这就是负 DQ。好，第二次我再把这个外面提出一个 DQ 出来，外面提一个 DQ 啊，这个时候啊，这里就有两个负 DQ 啊，吸引它。这里呢，一个正 DQ 啊，排斥它，所以你要把它从这里移到这里来，要花力气啊，要花力气做工啊，所以我们一次一次把 DQ 移到这里来。一直移到这个地方的电量是小 Q， 它的电位变成 V， 小 V 为止啊，小 V。这个时候电容器的电容呢，啊，它就是 Q over V 啊，啊，这个就说你这个上面呢，啊，这个上面的 Q。被 V 来除啊，啊，就是它的电容，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继续把 DQ 从这里移进来，已经这里有 V 了，有 Q 了，啊，这次我们做的功就是 V 乘上 DQ， 就是 DQ 乘 V，Q 乘 V 就是电压啊，这是能量，就说你这里已经有 Q 了，小 Q 有小 V 的电位，然后你要把这个外面这电位始终我们令它是零了，所以这个 V 就是电位差了啊，你把 Q 移到这里来， DQ 移到这里来，这次做的功是这么大啊，你继续移到这个上面的电量是大 Q，电位增加到大 V 为止，那这个时候你做的能量呢，你做功呢就是 V 乘 DQ 这个积分呢，啊，从零当初没有电荷，一直到这个上面的电荷变成 Q， 啊，那么我们把 C 等于 Q over V 又等于 Q 大 Q over V 这两个，因为同一个导体上面的啊。是带进来，啊，你看这，我们单单看这个 ，V 等于 Q over C， 那 C 提出来了 ，QDQ 就变成二分之一 Q 平方，对不对？然后 Q 呢，我们可以用等于 Q 等于 CV 带进来，二分之一 CV 平方。这得二分之一 QV， 啊，二分之一 QV。好，这个要记住啊，哈，这个就是电容器上面的电能，我们可以看成这三项，或者这一项，或者这一项，或者这一项，就你知道电容跟电量用这个。你知道电容跟电压用这个，你知道电压跟电量用这个式子，啊，那这个就表示说，这个能量是储藏在电荷里面，有电荷的地方就有电量啊，所以能量啊，我们就是用这三个 ，OK， 啊，上次表示一个观点，认为电能是储藏在电荷里面。现在我们就用刚刚那个式子，
来求平行板电容器的电能，它上面如果带了这个是面积 A， 带了正 sigma 跟负 sigma 的这个电量的话啊，那么电能我们用刚刚的来做，比如说我用 Q 平方， Q 知道啊，啊，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我们很记得很清楚啊，就 epsilon zero A over D， 所以我们用 C 啊，啊，用这一项啊。好，那么 C 用这个带进去，那电能就等于 Q 平方啊，这个带进去就变成这样子，这就是电能啊。好，我们现在从这个特例里面找出另外一种计算电能的方法，就是我们有一个定义，单位体积里面储藏的电能我们称它叫做电能密度， OK， 电能密度用这个表示，等于电能被储藏电能的体积来除。那我们拿现在这个例子来看，平行板电容器电能是这个，它的体积呢，因为只有这里头有电场啊，这个外面都没有电场啊，啊，你在外面移动什么电荷都不需要做功啊，啊，所以电能一定在这个里头啊。那这个体积呢是等于什么 ？A 乘上 D， 对不对 ？A 乘 D。好，那这个就变成二分之一 epsilon zero， 啊，这个可以画成这样子。画成这样子以后啊，你看这一项是什么？Q over A 就是 epsilon， Q over A 就是 sigma， sigma over epsilon zero 就是电场，所以这是电场的平方啊，电场平方，所以电能密度是等于二分之一 epsilon zero 一平方，这个要记住啊啊。好，电能我们就可以用电能密度积分，然后变成这个。啊，就说用积分的，用电能密度来求电能的话，我们是用这个式子啊。那这个有个观点，就是说你的电能当作是储藏在电场里面啊，电场里面。好，我们现在用这个，用前面的两个方法来做一下这个例题。好，电量 Q 均匀分布于半径为 R 的金属球表面，求这个系统的电能。这是金属球啊，金属球啊，它电量 Q 分布在这个表面，电量 Q 你要从无穷远的地方把它移到这里来了，你做的功呢就是它的电能了。好，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啊，我们用这个做，比如说用这个做做看，啊，就是一个金属球，啊，金属球，啊，它的电能我们可以用二分之一 QV，Q 当然本来就有了。如果你这里有 Q， 半径是 R 的金属球，这个表面上的电位就是这个，啊。这在求电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就是这个值，然后带进去就是这个，这个很简单，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用这个来做做看。你看，你用这个式子的时候啊，你这个积分这里要加一个无限大。无限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积分的时候是把所有的空间都要积到，啊，所有的空间都要积到。好，你用这个式子，首先我们就求电场，啊，这个电场，我们用高斯定律，你看在外面一点的电场是这个，里头一点的电场是零，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这里有体积基数了，体积基数我们就取这里，半径为 R 的地方画一个球面。
然后再取一个厚度为 dr 的地方啊，再取一个球面，跟这个呢距离是 dr， 那这个就是啊，我们可以看成是四派 r， 就是里面这个球面乘上 dr， 很小很小的这个 dr 啊，这就是体积基数。好，把这个跟这个带到这里来，这个也要带啊，零也要带啊。好，它就等于什么呢？啊，啊，我们从啊，我们现在从零到大 R 之间，它的电场是零，所以就不要写出来了，因为电场是零。然后再来就是从大 R 到无限远的地方，这个电场是这个值 ，OK， 然后 d 套等于这个带进去，好，这个积分积出来就是这个值，那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OK， 这个积分你都要去做一做啊，要去做一做，这要做啊，哈，你回去就要做啊。那么我平时考有时候就是考我讲过的例题，我讲过了你还做不出来哈，这个是没有办法给你分数哈。是这个介电直球里头呢有电量均匀分布啊，求这个系统的电能，我们用这个说，因为这个不能够用这个电容器的电能，不能用这个二分之一啊 Q 二分之一啊二 C 分之 Q 平方啊，或者二 CV 平方等等，不可以用，因为它不是电容器。那我们就用电，就用这个电能储藏在电场里面。所以我们以后要求电能的话，你就想我学过哪一些求电能的方法，一个就是电能储藏在电荷里面，那三个式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电能储藏在电场里面，这个好，现在我们用这个，用这个式子你首先要求一啊，这个时候电场我们用高斯定律求很方便，因为它的电荷分布是啊对称性的，这两个我说过很重要对不对，你遇到这个状况之下啊，你这两个就可以啊写出来，取体积基数啊，这里取一个体积基数，怎么取体积基数 ,DQ, DA, DL, 这是个大学问呢、啊、你现阶段一定要拼命去学的。你如果这个面积基数、体积基数、长度基数取不出来，那你看的题目就干瞪眼，根本动不了手，所以你一定要很努力的去把它悟出来啊，一定要学会啊，你学不会怎么办？好，现在我们来看，好，这个取了电场有了，我们就带到，你看从零到 R， 零到 R 我们用这个，然后 R 到无穷远我们就是用这个积分 ，OK， 这积分我就不仔细积了哈，那变成这个样子，这一项就是它，这一项就变成这个，那合并以后变成这样子。好，你们同学下面不要讲话啊，哈，上课要很严肃啊，哈，你是在学东西哦。好，我们很快把这个例题讲一下。嗯，这边有两个电容器，这个开关没有接上，原来这个是 C1。这里有电压120伏特，之后呢我们把这个开关接上去了，电路就变成这样子，
于是这个电荷就有一部分跑到这边来，就变成 Q1 Q2， 电压也变了，这个 V1 这个变成 V2、哎、好，现在我们要求Q1 Q2 是什么， V1 V2 是什么、哎、好，我们说假设电键 S 接通后，左右电容的电量分别是这个啊， Q1 V1 Q2 V2。那么在接通以前，我们知道它的带电量就是 Q 等于 CV 啊， V0 就代表起初就是120伏特，它是等于960个啊 microvolt 啊 microvolt。 接通以后呢，接通以后我们就要来看这两个电容器变成并联。并联电容器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电压相等了。啊 ，V1 等于 V， 我们就令它等于 V1 等于 V2 等于 V 了。啊，那电荷呢？电荷守恒，就是说它不会跑掉，不会少掉。这个系统的电荷本来是 Q0， 后来呢变成 Q1 加 Q2。啊。然后将这个 Q1 等于 C1 V1， Q2 等于 C1 V2， Q2 C2 啊，这是电容器本身的这些值啊，带到这个里头，带到这个里头去 Q1 Q2 啊，我们就得啊 Q1 C1 V1 Q2 C2 V2C1 加 C2 乘上 V， 好，这个就等于什么？不对，这是 C 才对，这是 C， 我多打了一个问啊 E， 因为这两个电容器是并联，对不对？电容器并联的话呢，它的等效电容是等于两个电容加起来，所以它等于 CV 啊，这是 CV。好，那我们就从这里就可以得。这个写错了 C1 加 C2 这个等于 V0， 我看看 OK， C1 V1 加 C2 V2， 这是能，这个是电量，这是电量啊 Q1 加 Q2 的意思 OK。 好，我这边没有错啊， Q1 加 Q2它就等于 Q0 乘上 V0 啊 ，Q0 乘 V0 啊，那么所以我们不是 Q0 等于 Q0 了，这个就是等于 Q0 就是 C1 V0 了 ，C1 V0 没有错啊，然后把这个值带进去，80伏特啊 ，V 求出来了，我们就可以求 Q1， 你看。Q1 V1 等于 V2 等于 V， 所以呢 CV 乘上 V C1V 等于这个啊 C2V， 这两个相乘就变成这一项啊，然后就得出来。好，最后我们就要问了，你接通的时候啊，这个电量从这边跑过来，一部分跑过来，电量没有损失哦，但是它的电能呢有没有损失？我们去看看它的电能，起初的电能呢就二分之一 Q0 V0， 我们刚刚算出来是这个，等于这么多焦耳。渐渐接通以后呢，它是二分之一 QV 再加二分之一 QV，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得出来的那个电能出厂在电荷里面啊，那三个式子里头的一个二分之一 QV。 好，这两个加起来，你可以把二分之一 V 提出来， Q1 加 Q2 就是 Q0 啊，所以呢啊是等于啊等于这个值，这个80伏特，这刚刚呢是120伏特，
所以变成这样子。那电能变少了，电荷没有少，为什么电能会变少了呢？这个电能跑到哪里去了？电能跑到哪里去了？就是说原来这个高电位电荷往这边跑的时候，它是加速，有加速度啊，就是它一段一段都有加速度。带电体只要有加速度的话，它就会有电磁波放出来。电磁波是一种能量，所以它能量就放到空中去了，它能量就变少了啊，所以它有一部分能量呢，啊，就变成电磁波跑到外面去了啊。啊，接通，你看，接通前后系统总电量维持不变，但接通后的总电能比接通前要减少。啊，这里有讲到啊，因加速运动而有电磁波辐射能的耗失啊。